白河联会已经进入会期，白河区公所五月七号来召开着记者会，每着市长伫农业局长李建如、观光旅游局长林国华等人的陪同下，邀请着全国游客来白河看联会。白河区长董丽华甲咱讲，因今年有推出着联会阿波罗的市集、联会肉粽比赛、到小旅行，当然联会大餐是绝对袂当来错过。那今年当然，大区轮观的关系，但是咱的联会马哥种植150到170公顷，那联会一向是咱白河最大的一个产业。今年的主轴就是说吃喝玩乐在白河。那我们今年呢，有10条的深度小旅行，我们有10天，我们有10个梯次的小旅行。第一个小旅行，大家也都期待哦。但是开始报名，五月七八哈，我们网络报名，好，名额很有限。这第网络报名，5月8号开始报名，但是是6月10号第一场就要登场了哈。每当咱啊白河咧办这联欢节的时阵哦，是咱全台湾这游客大家上爱来到白河这个所在，咱食咱的莲子大餐，咱看咱的莲花。啊，我这莲子是一个做好的物件哦，啊，包括莲藕、藕粉，拢是咱白河这农特产，对咱两个身体做好。大家看，看我手里这莲花这么漂亮，莲花就是要有一点水，好、哦、啊，那个莲田才会漂亮。所以说，我们一方面啊，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美丽的莲花跟莲子的莲花的相关的产业，另外一方面也让大家知道这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。希望说带大家来白河看莲花、吃莲子大餐。能够看到许多莲花的相关的一个制品，都是值得，还有莲藕粉啊，都是值得大家来看的。白河莲花棒不棒？另外，白河红溪酒的一甲南瀑布也已经开了。虽然讲天顶落着雨水，不过同款挡袂住游客来看花的热情。为了因应这一档比一档更加侪游客，警察局今年也提早应应，做出车辆管制，含着设置停车场。咱阵除了白河，咱这个莲花当咧水以外，咱红溪洲这个所在，咱这个石甲兰的迄个水厂吼，啊嘛得到足侪全国好朋友，大家拢来遮看咱的石甲兰。我想啊，咱台中市政府为着要迄个，让咱游客大家来遮游赏百花时吼，这个交通会当较有秩序性，所以除了警察局嘛伫现场做交通管制。啊，附近嘛做者停车场诶，我想即个来到白河这所在，除了会当看足水诶莲花以外，咱诶一甲兰嘛上个水，全台湾干咱这所在有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欢迎咱全国好朋友，大家做伙来白河看咱诶莲花，看咱诶一甲兰，一定互你迄个乘兴而来，嘛足欢喜会当登厝。啊，伫遮白河做者好诶农产品，嘛欢迎大家，包括藕粉、莲子，拢逐日大家买登去，互咱即个夏天诶时阵，大家食了足欢喜。你就对个人讲，来地河不只是看莲花，阁有一甲兰含着农特产品，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去上打卡，留下一个美丽记忆。